羽球世锦赛，周天成快展开胡代姿影金出俏小天半小时近四轮二前2018中国南京羽球世锦赛左登场。我国一哥周天成在男单首轮只花了30分钟就以2-21、9击败芬兰选手海诺，闯进32强，下一站将碰上世界排名30名的丹麦号首基姆奇。世界球后戴资颖则预计在今天下午5:40亮相，将迎战澳洲女将陈川瑜。世界排名第5的周天成本月22日才在新加坡公开赛封王，拿下今年第二冠，携着这股气势，他在首轮对上世界排名83的海诺，轻松以直落而过关。下一轮将碰上丹麦号首基姆奇，两人过去交手二次都由小天获胜。混双里许佩也晋级混双部分，昨度过27岁生日的女将徐雅琴与搭档李阳以21:14、21:17直落二击败瑞士组合史盖利·博卡特，但徐雅琴与吴迪荣的女双赛事落败，没能携着寿星的好运气拿下一日二胜。台湾另两组混双出师不利，卢静瑶、江凯欣、廖敏俊、陈小花都无缘晋级。台湾羽球王子王子维今下午1:20登场，将碰上世界排名64的加拿大华裔球员何书，两人过去未有交手记录。世界排名34的许仁豪签运不佳，左手战强碰中国好手里约奥运金牌陈龙，两局苦战后，最终许仁豪以13:21、15:21落败，无缘晋级。今年的世锦赛有多名男单好手退出，包含前大马球王李宗伟，他因呼吸道问题退赛；南韩一哥孙完虎也因腿伤不打，这让位于签表下半部的王子维相信比较轻松。原本王子维有可能第二轮就会碰上李宗伟，但李宗伟退出，对手将是世界排名21的法国老将拉维德斯。